友是我之前已经待了两个星期了，现在是第三个星期。那么我是和这里的村民一起做基础，然后现在和他们一起组架子。主要我还觉得这里的干部群众关系都挺融合，就是挺和谐的。当主人就是天生挺乐观的，他就是喜欢开玩笑，喜欢快快乐乐的干活，他不喜欢绷着脸干活的，就是这样。因为我们这套工作方式，盖房子方式比较特别，只要我们第一栋我们带他做过以后，他完全可以掌握。像今天立这架子就知道，前两架三架比较生疏啊，接下来就很快了，掌握诀窍以后就很快了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就好像今天上午我们看他们组第一个架子还很不顺利吧，可是现在组到第六个，大家已经是很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一个小团队，有一个团队协作。像今天看看我们这些工作人员，不管他们上架子啊，哦，做任何动作都很专业啊。虽然是一开始有点生疏啦，但是几次以后就非常非常熟练了。